屁啦！好，欢迎来到恐怖视频到 2.0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恐怖游戏是《彩虹朋友》第二代。没有错啊，这个游戏终于出了第二章节了啊！所以现在我们就马上来玩一下这个第二章节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啊！哎呀，这游戏不恐怖的啦，蓝色的怪物跑得很快哦，现在比第一章节跑得还要快。呀，你以为这种就可以吓到我呗？不可以啦！不要瞎掰好吗？有吓到我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不可以啦！不要瞎掰好吗？现在就找他去上账。Hello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很恐怖啊，很恐怖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No！那我。Sorry， 我好像害到队友哦。Sorry， 不小心害了队友，哈哈哈。我听说第二章节会难到非常多，你觉得我会很怕咩？我这种玩过这样的恐怖游戏，你觉得这游戏让到我怕咩？OK， 现在我们找到了13个，对，这样多人被发现了的。相差的 ，No God！ 哇，这样多人被发现了，有没有搞错哦喂？不要玩那位。OK， 完美了。Hello！这里有一个。OK， 那里也有一个。哇，这里很多，这里很多。我地震哦喂，你不减肥啊喂你，哇老大，你喂你自己老大。 OK， 现在场上我们恐慌就只有我罢了，应该啊。哇！2 hours later. OK， 放进去，队友帮忙找一下喂，不要睡觉啊，在那边。OK， 放进去。OK， 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又要找那个什么啊，灭火器啊！哎呀，又是我一个人找，你看没有？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队友靠队友是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现在场上多少几个怪物了，放进去！哎呦，嘣！阿伯你真厉害啊。又要找，哎，滚来滚去的哦，很可爱现在。我只能一个，一人拿一个啊。OK， 找到了5个，还有5个，服了哦，还差4个。哇！哦，下面看到了，下面，跳下去。哇 ！Oh my god！哇，这么鬼哦，那个 Baby Shark， 嘟嘟嘟啊，你来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他知道我！我！
可以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还差两个，还差两个，我知道在哪里，在那水那边呢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哎呀，滚出去哦！哇，最好是没有死，没有死，没有死。哇，这样都可以啊！追一个在那边，我从这里下去啊。2 hours later， 放进去。哦哟，终于啊！哇，你看这个，各位看到吗？这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你看，我不要了哇！现在当场上多了一个怪物啊，所以总共四个怪物 ，perfect。What？ 1 hour later。冲啦！等什么？放进去 ，OK， 又完成了啦！哇！哦，现在哦，现在我们可以进去这里哦。这里面什么来的？那果然好酷啊！哇！选车。哇！哦，我知道了这个，我知道了了这个，我尽量啦、啊，各位，我可能随时会输掉啊，你知道吗？哇哇哇哇哇！哦，我们到了，出口出口出口 baby， 快点开门，哎，不可以开，哎，哇哇哇哇哇，追逐战兵嘛，可以说蹲下，其实我不懂，我要躲哪里了？随便那个躲，这里。等一下。OK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赢了。哦，我赢了哇！我一个人呢，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 哇、wow! ！
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以上就是彩虹朋友第二章的内容了。目前这游戏真的是不错耶，真的蛮好玩的，真的我很期待它的第三章会是怎样的。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电梯那边的，所以我们第三章可能会乘坐电梯不能去到哪里，可能是去到地狱那些，我不知道。我猜第三章应该是大结局哦，应该是。如果第三章出了的话，我也会马上给大家带来的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分享台的频道，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